Boom, boom, boom.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室友说，小情侣只要走过小树林，感情会更好。我怀疑你的室友在搞黄色。黄色是谁？我的天，比不过，比不过，等我再学习学习。然后，他就给我看了一个视频，让我学习学习。学习的视频？亲吻教学视频，你要看吗？名字叫不经，只需30秒，女朋友欲罢不能。原创日常小甜饼，我面还没泡好呢，第二期。呵呵，我觉得要把搬出寝室的行程提前安排了。哎呀，你坏坏，好好说话。哦，哎，谢玉，要不我们在这里试试啊？试试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把我带过来是想干坏事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试试。试试什么？试试啥叫欲罢不能呗。哎，蓝，我打听过了，研究生教研楼后面这条小树林没啥人路过，咱们可以为所欲为。为所欲为？你确定没什么人？嗯，你抬头看看。不存在啊！我操！走！哎，怎么走了？今天是为别人的爱情流泪的一天，差点就能看到让人欲罢不能的亲亲了。我就差按住他们两头了。我的30秒幻灭了。没有啊。啊？还不快跟上！啊啊！原来只要1秒啊！从不见树里人就平淡，爱将普通日子夸赞，分明历经过情节烦乱，爱恨都浓烈不短暂。我看着卧室的天花板，又在故事异想天开，当初情人或梦隐猜，体会不日常的波澜。你笑我分明就胆小，却要热爱冒险跌倒，不如带上你在身旁再闯荡。我再仔细想了又想，抬头对上你的眼眸，原来日常是这模样才引人心生向往。听过一出故事讲完，终于读懂书里开坛，能够爱人能够被爱，万物都逊色不够看。